波爷笑 Regine 体重似细细粒，阿波 Regine 等人就为节目最紧要好玩进行录影，各人都以搞鬼造型亮相，而土豪碌士人嘅阿波睇到节目收视唔错，更加打破近年同时段嘅收视纪录，佢就话证明观众系中意 EYT 式嘅短片趣剧。佢笑嘢原本节目只系谂住做几集噶咋，而家就添食到宇宙终结时啦。另外佢又表示，因为导演同监制都容许演员们即场爆肚，所以出嚟嘅效果就更加搞笑啦。就正如佢抱起 Regine 呢一幕，原来都系玩即兴嘅。抱起 Regine 咁样咧，都系即时加上去。哇 ，Regine 出嚟唔好睇佢细细粒，原来好鬼重啊！成个肥，佢又真系唔细细粒啊！佢个身重，佢身形又细细粒，但系个体重就真系好似阿细细粒咁样啦。你估唔到原来好鬼重啲骨定系乜鬼嘢咧？我抱起佢嘅时候，哇！你咪食得好饱啊？点样事啊？咁聚首嘅咁样。